我们从这个住户家里面出来，去湖边，离湖很近。什么湖？门罗，门罗湖。现在已经到了佛罗里达的中部的这个地方，是我预定了一个露营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佛罗里达的味道了，因为棕榈树啊，包括这个湖水都比较多，然后呢，阳光比较明丽，空气比较透彻。我们现在转一下，看一看，来体会一下这座城市。Ha ha ha!